哈喽稀客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林毅，我是邢飞，记录成长轨迹，见证未来星光，影视资讯尽在稀客。你再来吧。很暖很甜很好看，很甜很甜，超级甜。我觉得螺蛳粉还挺好吃的。对，吃土吗？就邢老师吧，他在现场会有很多小零食，对，就很经常分享给我。小鸡炖蘑菇，锅包肉，小林一杂技小精灵。这是真的啊！我觉得肖老师特别大方，就是他在现场会，经常给我们分享他的小零食，然后经常会请剧组演员喝水啊，然后送我们很多礼物。对，导演，大概就是这样吗？对，休息，大概就这样。聊聊。现在，哎，行了，行了。校园操场，场场都很那个大脑空白，想不到东西了，对，太紧张了。我吧，我就有次开玩笑，我就说那个小老师，我吃过屎，你信不信？然后我可能就是描述的太仔细了，然后他就一直深信不疑，结果到杀青的时候他还觉得我真的吃过。对，他真的吃过，是小时候他讲的非常诚恳。我有多幸运能遇见这么好的你啊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就是自动忘。后期做一台乌鸦就可以了。自动忘。我这今天，我这手是这么利索，还不够撩吗？有，小时光今晚就要播了。有，因为我今晚就要充会员，看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。你今晚干嘛？充会员。充会员啊？对，还没充呢。超级会员，超级无敌宇宙会员。好好的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苏东茂回来了。心情不好，那你调整一下呗。心情不好。好了，等等吧。好了。怎么了？难受。哎呀！快夸夸我！你很优秀，你很坚强。啊？生图就是没修过的图，路人拍的图。反黑就白吧，是吧？黑的反义词。反黑是他黑我，我在黑他吗？反啊，举报啊，好的，举报啊，你很聪明。站姐就是某个网站的大姐，明星的站子的那个会长。可以吗？我也可以、我可以。爸爸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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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伯爵。你是 NSDD， 你是大哥，大大的，你是大，你是
你是弟弟。不是，你是什么？啊，你是对的。嗨。壁咚，好过，不好意思，哎呦，好好厉害，厉害，笑死我了，是吗？啊，是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